当初我们有送一些商品去给波特网，那波特网也是说他没有收到，后来才知道他们经纪公司拿去用了，我就觉得有点夸张。那波特网是没有多说什么，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奇怪，我们上面写明明写给波特网，哦，那为什么会你一个经纪公司拿我的这个给艺人的东西到底要干什么？刚刚有人问波特网，我有去请小雨去跟波特网做一个联络，哦，如果他愿意来我们节目上面讲，我们就，但是我在那边做一个猜测啦，因为之前我们有送一些东西去给波特网，哎，这个是纯属我个人哦，当初我们有送一些商品去给波特网，那波特网也是说他没有收到，后来才知道他们经纪公司拿去用了，我就觉得有点夸张。那波特网是没有多说什么，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奇怪，我们上面写明明写给波特网，哦，那为什么会你一个经纪公司拿我的这个给艺人的东西到底要干什么？这个也是差不多两个月前的事情而已。对，然后波特网他意思就跟我们讲不好意思，他没有收到，那因为他们经纪公司把他拿走了。啊，后来我又跟小雨交代，我说你给我再送一份过去。我是觉得他们经纪公司跟他应该本来就有一些问题的，但是到底谁怎么样，我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决断，因为我们不了解事情嘛，我们又没有戴面具在那边。只是说依照我上次送东西给他的经验，他的确是有点，我觉得有点怪。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相处的模式有点怪，那是我自己遇到的，我自己遇到的事情，我敢讲。那至于说今天他的新闻上面说他的经纪公司说要怎么样，他说要怎么样，这个我可能要请他本人来讲给社会大众，如果他愿意啦。但是以我的经验啦，我看过这么多人啦，不是说经纪公司不好哦，也不是说什么签约不好，约有拜拜走，公司有拜拜走哦，这种东西就是也我相信一定有好的公司。哦，也有糟糕的公司，那就是看你看清楚合约嘛，或者是说大家在相处的时候嘛，好不好？你情我愿嘛，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